好，我早好，我已经好久没有播影片了，就是三周，还已经三周没有播影片了。对，然后昨天我同学呢给我这一包韩国的泡面，听说他一开始吃的就是不会辣，对不对？还好，对不对？但是他是有后劲的、哦，所以呢，吃到后面就完全就是脖子都是麻的。但是我就完全不相信他，所以呢，我们家就来吃看看到底是有多辣，对吧、啊？它看起来这个包装是看起来很辣了，对，但是我就不相信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去泡吧。太红了吧，真的超夸张的。我发现我泡错了，因为它这个是干面，对，然后我就先把这个酱料已经加进去了，这样怎么办呢？好吧，那我就先把这个面先拔掉，然后把它泡软，对。刚已经把面呢，把它放在另外一个碗里面，然后就我把它加热水，然后现在等它就是降温，然后把它变软 ，OK。然后刚刚的酱料还在这里，这边还有酱料，还有那个调味包，所以呢，用这边就 OK 了 ，OK。然后现在就。如果你们有吃过的话呢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讲说到底是有多辣好吗？因为我想要自己做尝试看看到底有多辣。对，对啊。然后我同学讲说他一定要准备一瓶牛奶，所以我刚刚特地去买了牛奶。对，就是一般的牛奶就 OK 了，就是这瓶牛奶啦。然后这个完全不是业配 ，OK？ 对，没有任何的赞助播出。好了，我刚才已经把那个面呢，同那个汤已经捞出来了，对。然后有几个面呢，就是没有从汤捞出来的，原因就是很难捞，真的非常难捞。所以呢，我就这样用的。然后它真的底下真的有酱，你看都红红的了，对，真的不再骗人啊，真的。然后希望，就希望我这个同学呢，他希望看到这部影片。对，他有拍过啦。对，他是一个 YouTuber， 但是我的没有他的频道呢，就我找不到他的频道。对，对，他叫我帮他拍这个，然后这个完全不，这个完全不是业配哦。然后这个应该你们有吃过吧，在韩国买回来的。对，希望，对，吃的，好了，那我就吃了。好，真的要这样吃吗？好紧张哦。对，好，好了，这样吃啦，这样吃。还好哎 ，My God， 等一下真的后劲哎，等一下牛奶嘞。我忘记倒牛奶了啦。辣了，又这么严重。
的影片结束了啊，等一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你想想，刚刚真的没有在开玩笑，真的好辣、哦，真的哦。然后千万不要在底下传我讲说是演的，好吗？那等一下，真的好辣哦。其实我个人是不怕辣的，但是这个辣，是我个人是喜欢吃小辣，但是中辣都已经快不行了。他这个他没有，他这个可能是好、哦，你看好麻哦，等一下，好，好，好了，我的影片结束了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记得在底下按喜欢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记得在底下并分享。OK， 然后。那我们下一幕里面见，拜拜。好辣哦，真的，哎、等一下，你要剪辣，拜拜。